说话吗？你几岁了？2岁。2岁。饿不饿啊，小朋友？你来喂他。我喂他。对啊。你饿不饿？痒不痒？痒啊。吃不吃，小朋友？来，我帮你打开。我不要你的，我帮你打。哎呦，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了。好不好喝？好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翻台是不是？喝完了再吃点肉肉好不好呀？好。好。真乖。你擦擦嘴好不好？哇，这是几星级服务？25星级服务。真的。我操，这太强了！过来去厨房。我们找姐姐。这姐姐，她手都比我粗。她是第一个吃你鸡腿的客人。啊，真的啊？对。多甜。一个送你1块钱欧罗，他才2岁，想听不懂。他才2岁啊？对，怎么这么大？他2岁好大哦！人好肥，真的才2岁。你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我问你几岁了，小朋友？你听不听得懂我说话？小朋友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我们去找妈妈好不好？好。妈妈在那个可抱不动你。我抱回去找她妈妈。她说谢谢叔叔。啊。她说谢谢叔叔。大受打击。她会不会叫有朋友叫爷爷？你赶紧喊爸好吗？喊了爸就没事了。不是，我都是叔叔了。啊，你都是叔叔了的啊？那行。我都是叔叔了。还有你们出去，真的，舒淇姐。好。他叫我叔叔。那他会不会叫我妹妹？这个比较厉害，这个比较厉害。我都是叔叔了，我都是叔叔了。